投降吧，地球人，臣服于我们奥克布斯星人。愚蠢的地球人，启动虫洞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找了主控芯片呢、啊。那时候，那个地球小鬼拿去了。去，把芯片带回来。这次一定要。不是你个铺盖，你竟然联合地球人搞我们！地球上的章鱼比你们可爱多了。主控芯片，给我上！小包小包变身铠甲模式启动，战斗一对哦。小二郎，救回你妈妈后我就会离开地球。是因为我炸了基地吗？其实我也是外星人啊。可你喜欢这里吧？我也喜欢银杏姐姐。你看到了，我的发明会带来可怕的敌人，我们锤爆他们。看看这个，这是会赢的。或许可以考虑再加上这个。好久不见，有想我吗？又见面了，傻大个。搞定，耶！儿子，妈妈。乖乖的把芯片交出来，你也不想你妈妈咬是吧？可恶，怎么办？妈妈天天唠叨我学习，现在清静多了，谢谢啊。三天不打你要上房揭瓦呀。妈妈都是演技，演技没有演技，全是感情，不像演的。地球人真是太没有礼貌啦。你们先走，我来拦住他。儿子，小二郎，你要小心啊。打 BOSS 了。嘿，芯片是我的了，我们耗尽能源才跃迁到地球，不能在这里失败。芯片缺失，即将解体。小包小包，妈妈和姐姐还在等着我呢。啊！可恶的地球人！小波小波，超频吸收！我是小儿郎！啊，小儿郎！嘿，不愧是我！小儿郎，快上来，我们一起回家。